整理资料，然后爸爸有一些信件整理的时候，发现有一张信件是那个嘉义的前辈，不是，在日本台湾的前辈，那时候比较早期是日本。爸爸刚才不是说应该是很穷嘛，买了船票一月回来，八天要办法回来再结婚。哦，船票那么贵，那这位陈先生，陈坤树先生，就买了三张船票送给爸爸，一张回来结婚，两张带妈妈再过去，又带了两张。那我们这个刚才讲这个文件的时候，我们发现陈坤树写给陈澄波的一张信，哇，很感动。哦，开玩笑，那一张信好重要，比这三张船票还要重要。因为那一张信里面有写了一句话，非常重要。他说：“普天生在东京没有恋爱的对象，请放弃。”哇，太棒了哈！太棒了！爸爸遐缘投啊，去遐独身啊，去遐有乌白来飞无哦。哎，嘛是爱问者哦，你讲一个查某囝叫人后来简单嘞，哦，听丢丢嘞吼，哦，交代无难啦，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吼，人格就很重要。然后我们至少六个兄弟里面，个个都是大概都还不错啦。那有记者问了好几次，就是说这个爸爸怎么跟你们教的？我们那个时代，爸爸帮我栽培每个都大学